Hello， 订阅订阅订阅 ，like like like， 重要嘅嘢讲三次啦。阵间我就会解释一下，我用一只美股嚟到解释一下，究竟点解我成日都要讲咩订阅订阅呢样嘢，其实好紧要嘅。咁啊，今日咧早市分析就真系好早啊，因为早咗开始十点钟，平时呢段时间我系要去办大事，有啲大镬嘢搞啊。咁通常都喺洗手间度整嘅嗰啲大镬嘢就。早晨，早晨，哇！咁快就咩嘅？咁快開始，我知道咧，其實今日咧冇通知大家之下，突然間早咗半個鐘頭開始，我知道大家其實已經未入嚟嘅，好多人都未入嚟嘅。咦 ，Hello， 以安你好啊！咁快嘅，早晨，早晨，估唔到喎。咁頭呢十分鐘就暫時唔講太多新聞住啦，因為咧平時十點鐘係我睇有冇機會嘅時間嚟嘅，咁所以就不如咧頭呢十分鐘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啲港股先啦。冇怪我冇咩好講，冇怪我冇乜嘢講，因為我望下有冇嘢買先，因為平時十點鐘呢段時間我係自己睇下咩好買噶嘛。咁但係而家提早咗嘅時候，唯有公器私用喺直播嘅時候同大家一齊睇啦。咁啊，十分鐘之後咧就會開始講翻啲外圍嘅消息同埋啲新聞噶啦。今日放假可以準時哦，好嘢好嘢。咁啊，你平時係咪都係有時會睇翻我哋啲直播啊嘛？多謝你啊。咁啊，最好大家咧都睇埋我哋嗰個收工探子回報，就係、是、平時六點鐘，即係晏晝六點鐘開始嗰個直播。咁琴日我哋都請咗 James 咧 ，James Wong 就上嚟咧，就同你講下成個宏觀經濟嘅睇法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睇買股票嘅時間最緊要睇啱揀啱板塊。咁點樣揀啱板塊咧？就睇下個宏觀經濟究竟個風吹向邊，咁我哋就向邊邊嘅啦。咁所以咧就睇多少少究竟宏觀經濟嘅改變對於啲咩板塊會有利，咁大家可以望一望翻琴日六點鐘嘅嗰條片啦，大家都多啲支持啦。咁啊，另外就琴日六點鐘條片，除咗講啲宏觀經濟面之外咧，其實都有講翻一啲嘅 cryptocurrency 一啲嘅加密貨幣嘅睇法啦。James Wong 對於加密貨幣嘅啲睇法，咁所以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冇興趣嘅話都撳一撳落去啦，冇興趣都撳落去 like 下啦。咁整點解我成日都叫大家 like 啊、share 啊、subscribe 咧？其實我哋睇下咧嗰個嘅新聞，陣間我哋講一隻美股出嚟，咁大家就會知道究竟個 subscribers 對我嚟講係幾咁重要。Doris 你好啦，多謝你啊！即係我其實都好感激大家咁咁支持 Mega Hub Channel 啦。咁啊，希望你嘅 channel 可以多啲 subscribers 啦，即係增長得快啲。好咁咧，而家即刻同大家望一望翻個股市先。咁其實咧，即係之前都有睇都有。諗過啦，諗我覺得可能係啲舊經濟股開始先，咁所以其實一路都留意緊咧2318。咁由於佢喺低位方面都橫行咗一段時間嘅啦，咁我諗緊佢破頂嘅時間咧，破前頂嘅時候追嘅。咁我本身都唔會 expect 佢琴日突然間爆一支大棍上去就已經破咗位嘅，咁但係咁啊追啦，冇辦法啦，要追啦，咁所以就琴日先入咗只牛證。咁但係咧，我都有個睇法就係，如果跌穿咗64蚊嘅話，我都會即刻沽噶啦。咁啊，一個市方面咧，其實我係對於指數或者對大市方面個方向咧冇睇法嘅，咁純粹只不過係估下啦，估下邊只升先咯。咁啊，而家我估緊啲2318升咯，所以就見佢破咗位，攞翻個位嚟到64.5係個前頂啊嘛。咁啊，再俾多5毫子不凡去算啦。咁就可能64蚊左右做翻個指示就算啦，短少少啦。咁跟住就睇下有冇其他先。我仲有隻2382咧，就諗緊做個位沽一沽佢嘅。其實佢都其實都可以沽沽咯。咁啊，但係暫時我諗住佢待跌穿翻210蚊嘅時候，先再諗呢只嘅股份。我應該做淡倉嘅呢一隻，就做翻可能紅證或者 long put 啦，沽只2382。咁點解要沽落2382咧？由於之前都見到，譬如話1799啦，我熄翻少少嘢先。哇，期權版面開咗兩個，做咩咧？叫大家 Partica 嘅朋友，如果大家有用 Partica 嘅話，記得唔好似我咁啦，呢個錯誤示範就係連續開咗兩個同樣嘅功能出嚟。同樣嘅功能咧，因為呢啲功能會，因為我哋全部都係 real time data 嚟嘅，直接攞數據，咁所以就會搶慢咗部電腦。有機會，如果你開咁多個相同嘅功能出嚟，但係係咯。開越多功能出嚟，咪會越慢咯。電腦係啊，咁啊1799啦，之前跌穿個上升軌之後咧，橫行咗一兩個禮拜之後就大跌啦。1799係咁啦，1211都有個咁嘅情況咧，都係跌穿個上升軌之後，再有個大跌，都係個跌幅喺度啦，冇話大跌啦。呢只都唔係好大跌嘅。咁啊，再只2333亦都係相同嘅睇法啦，亦都係跌穿個上升軌之後急跌嘅。咁啊。另外開咗倉之前食咗烏嘅669力都係跌穿上升軌之後咧，橫行一個禮拜之後急跌嘅。咁今次2382咧就
都是跌出了上升軌，現在還行一段時間，看它何時開始急跌。但是如果它不急跌的話，那啊輸錢咯，冇嘢嘅，輸錢係好正常，因為輸你冇嚟次次都贏錢噶嘛。咁啊，如果唔啱邊，到時我未開嘅個淡倉未開嘅，咁啊等緊位啦。如果破咗啲低位嘅時候，先再開 long put 嚟到沽下只信譽，先希望有錢賺啦。港股好啦，咁跟住咧就陣間先再講下手頭上啲美股倉位。咁啊，而家咧啊係我哋搭八會打俾林 Sir 啦，即係半個鐘頭之後就會開始打俾林 Sir 噶啦。咁所以就睇下其他港股先，而家。大家冇千祈唔好怪我公器私用呢段時間自己喺度睇股票啊！你當大家一齊睇咯，圍下爐啊，大家一齊喺度。哇！1299陰足跌穿咗喎，今日一開即刻俾人掟喎，即係1299。咁可能因呢啲前面呢啲阻力位咯。咁啊，即係1299最高192.5，231，咁都幾勁。但係一開始即刻俾人掟，睇下有冇其他板塊先。700今日點啊？冇咩特別噶啦，呢啲都係。今日仲有睇下先，而睇下啲體育用品股先。話咩東澳嗰邊，東澳就雖然係2月4日，其實差唔多開始啦。東澳到2月4日開始嘛。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內地方面個疫情都係有個都即係確診嘅人數都上升緊啦。其實而家內地方面都頭痛緊，究竟佢東澳方面咧點樣可以確保得到嗰啲嘅運動員唔好受感染，或者唔好令到疫情更加之加劇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因為你亞洲通常大家都係想清零啊，咁唔同歐美方面，歐美係唔係清零啊嘛？我諗佢哋最主要嗰個目的都係唔好令個醫療體系負荷過多嘅啫。另外，就算清唔清零，對佢哋嚟講都唔算係有咩好重要嘅啟示咯。2020咁啊，仲有冇其他咧？睇下先，等等啦，要睇下你有冇其他嘢好賣，疏要少少時間。因為本身我哋今日早咗開始咧，搞到冇時間睇有咩好買。不過睇下先，呢啲其實都冇乜特別噶，我諗冇乜特別，冇乜嘢好猶豫緊。其實都係留意緊2382，其他嗰啲就唔睇啦。睇下大家留意啲咩，咁我哋陣間就再問林 Sir 啦。好啦，咁我哋就開始睇下其他先。港股睇完啦，咁跟住咧，頭先都講過 James 嗰 follow 啦，即係我哋嘅 Makeup Channel， 其實而家有一個叫。6:00收工探子回報，大家記得 like 啦，即係就算冇興趣睇嘅話，都幫手 like 下啦，入去 like 下啦。你哋嘅支持對我哋嘅 channel 其實好緊要。咁啊，跟住就睇下啦，係啦，呢只我哋收工探子回報，美國有縮表，加息，港股啦、A 股啦、美股啦，咁啊，同埋啲 cryptocurrency， 其實琴日都有講，仲有半個鐘頭啫嘛，半個鐘頭咁啊，大家即係用半個鐘頭嘅時間可以睇到咁多資訊，其實非常之抵嘅。好啦，咁跟住咧 ，share 多最後一個唔係好關股票事嘅消息。咁我最近發現有一個網咧，叫 DataCam。咁呢一個嘅網咧，就係攞嚟學一啲 language， 可能學一啲唔同嘅咩啊，即系 Python 啊、R 啊嗰啲咁樣嘢啦。咁我完全唔識嘅呢樣嘢嘅，只不過係以前可能學過咩 VBA 啊，或者可能我 Python 都學過少少嘅，不過流於咩 Hello World 嗰啲咁樣嘅技能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其實呢一個網咧，佢係你網上面可以。學 Python 嘅，或者學一啲唔同嘅電腦嘅 language， 咁尤其是而家我哋做股票，我都希望做呢樣嘢嘅，因為其實我分享一下自己啦，自己就係做 trade 都好依賴啲 some sense 咁樣嘅嘢，亦都冇話點樣做啲好 systematic 嘅 back testing 啊咁樣，咁所以就都我覺得長遠嚟講，如果唔做啲 back testing 或者唔係好太多數據方面嘅 support 嘅話咧，對於我自己嚟講就。我嘅問題就係個信心嘅問題，或者注碼方面嗰個問題，就係、是、個注碼方面落得唔得大，咁啊，因為都驚啦，因為驚唔知自己呢啲嘅 sense， 或者可能呢排呢年紀呢幾年都可能係負碌嚟到去先至有正回報，我唔知係負碌定係點樣，但我希望有數據可以 support 得到我，唔係負碌或者長遠係個係正數嘅，因為基本上你炒股，你今年賺到錢，上年賺到錢，唔代表你之後嗰十年仲賺到錢，我都好驚呢一樣嘢，好驚我幾廿年之後或者我可能一個月之後，所有嘢都失效曬，好驚呢樣嘢嘅。咁所以就我而家今年其中一個目標都係希望可以學到，即係學 Python 啦，學多少少啦，咁然後寫多少少嘢，咁希望都令到自己啲數據可以 support 翻自己嘅 trading 咯。咁啊，而家基本上呢個網啦，講明先，我對於呢個網係冇任何，我哋係冇同佢有咩利益嘅關係啊、衝突咁樣嗰啲啦。咁啊，純粹見到呢樣嘢都做緊折，咁139蚊一年，咁但係學到啲 language， 我覺得都對於自己都幾好啊。咁啊，純粹 share 下啫。
好，咁跟住顺便讲埋油价先，讲下油价啦。油价有些少跌幅嘅，咁啊基于啲咩嘅原因呢？其实琴晚咧都公布咗美国方面嗰个嘅数据啦，啊系花开堪折直须折，系啦，佢就话2331都唔差，2331回稳。我想讲2331之前就偷步沽咗，即刻要指示啦，即系好似唔记得咗喺呢啲个呢个位，好似系呢个位呢支洋烛。見佢好似跌穿咁啊，做一做 put 咁啊，一升上去即刻走。如果唔走嘅大鑊噶啦，依家又唔知蝕幾多錢咁，所以就指示非常之緊要啦。我琴日見到咧個YouTube 有個留言就話咩因為琴日朝頭早同我講，我就同大家講話做嗰啲 short 啦。咁但係其實我做 short 唔係做 short 港股嘅，所以大家唔需要驚我琴日要跳樓啊，或者輸到喊曬口咁樣，絕對唔會嘅。我唔係 short 港股啦。第一，第二就係我會止蝕嘅，放心。即係佢升一千點嘅話，我點都唔會一千點之後先止蝕，或者一千點都唔止蝕，我就唔會嘅。我就好快轉身止蝕，所以就唔需要擔心佢嘅安危。咁大家見到我十點鐘仍然安全企喺安全坐咗喺度同大家結做直播，未消失就知道仲安全啦。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佢嘅安危嘅。輸嘅話咧，其實好正常嘅，成日都輸嘅。咁但係就盡量令自己輸個嘅幅度 limit 咗係一個好細嘅數字，但你贏起上嚟就可能贏多少少咁樣，咁長遠先賺到錢，所以就唔需要擔心我睇錯嘅，睇錯都冇問題，我一定會指示嘅，係啦。咁啊 ，oil 就238可唔可以講講？頭先講咗啦，2382其實我冇乜點留意佢啲咩基本面嗰啲，我純粹睇到佢嘅走勢，覺得佢咦佢都有機會跌穿210蚊嘅嘛。咁啊，如果收穿210蚊嘅，我可能會做翻啲淡倉啦，喺2382度。咁理由就頭先都有講過，頭先略略講過下啦。咁有興趣睇就睇翻啱啱講啦，費事再重複。咁油價有啲跌幅，油價嘅跌幅基於琴晚其實美國都公布咗佢呢啲嘅數據啦。大家記得俾 like 啦，同埋咧 share 條片，最緊要就係 subscribe。其實最緊要都係 like 同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唔係最緊要我覺得係 comment 啦、like 啦、subscribe。我知道大家都 subscribe 咗啦，好多都咁，但係 comment 多少少，即係點解咧？原來咧，好似話 comment 多少少，我哋多啲嘅互動嘅話咧，其實條片會更加啲熱門，咁容易啲俾其他觀眾睇得到。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 comment 裡面支持到我啦，即係知道大家平時都好準時支持小弟嘅啦。咁但係試下 comment 多少少，係啦，答出多係啦，希望大家可以再幫多少少咯 ，comment 多少少咁樣。我唔係，係今日咁啱十點鐘開麥咋，就平時都係10:30開麥。因為係唔好意思啦，即係因為琴晚先知道原來要再早啲先開始做直播，所以嚟唔切通知大家，今日係早咗開始嘅，係啦。咁啊，油價方面點解有跌幅呢？因為咧，其實美國方面咧增加上個禮拜增加咗500萬桶油咯，咁而家去到4億1300萬桶油啦。咁啊，上個禮拜咁，所以亦都係一個比起市場預期咧增多咗嘅一個數據啦。咁另外美股方面咧，我睇埋啲美股先。嗱，美股咧見，喂，點解開美股係港股嚟嘅？哇！呢只咧真係差啦，呢只就得跌穿咗之前嘅破位嗰啲位啦，咁所以我就避一避咗，指一指佢啦。因為之前都係呢支棍爆上嚟嘅時候買嘅，咁但係佢就哇喺黐線連跌三支陰燭，所以琴日就直接 no mercy 地沽咗佢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個市又回緊啦，咁啊晶片股方面突然間爆升咗6%，咁啊當時都唔知咩事嘅，咁啊但係就而家佢高位回咗咁多嘅時候，就我避一避先啦，因為成個股市都留意緊，可能又留意緊烏克蘭啦，又留意緊25、26號嘅 Federal Reserve 個會啦，咁所以暫時市況都好似不明，同埋個跌幅方面都好多嘅股都開始跌啦，咁美股個氣氛似乎又麻麻地，咁所以就佢升翻嘅時候再買過咯，冇乜所謂嘅。咁如果佢唔升翻嘅話，我都可以避開得到呢啲嘅跌幅，或者避開得到一啲去橫行嘅時間，咁我唔想嘥時間啦。咁所以就呢一隻打咗啦。另外仲有啲輝瑞方面就都係麻麻地啊，都係好渣嗰個嘅表現。咁所以成個美股除咗科技股之外，其實好多股都開始跌緊嘅。咁頭先就講咗嗰只 AMAT 啦 ，AMAT 呢只係做一啲芯片嘅。咁其實你睇下其他嘅芯片股嘅話咧，都有啲消息出嚟嘅，例如 AMD 啊。美國超微公司咧，嗱開始短影力量轉做紅色嘅啦，即係芯片股都準備開始都開始跌嘅啦，呢一隻就咁，所以 AMAT 我沽嘅話，希望都唔係希望嘅，冇乜中性啦，中性沽咗就唔理佢，沽咗咁呢個板塊可能轉跌，所以就暫時避一避個風險先。咁如果我睇錯咗嘅或者點嘅，翻轉頭嘅再買過，最多是手續費嘅啫。咁另外咧，
咁同埋佢升翻嘅話，嗰、那個升翻一定唔會係少得過我避開嘅嗰啲波幅噶啦，即係可能我避開咗止蝕咗，點知佢升翻幾個 percent？ 咁呢幾個 percent 我犧牲咗冇所謂啦。你唔係為咗幾 percent 而去啊？即係你犧牲咗幾個 percent， 但係你買到確定性翻嚟，或者避開到一啲不確定性，我覺得都係抵嘅，當買個保險嘅啫。咁跟住就睇下呢只 AMD 啦 ，AMD 其實就跌緊四，即係琴晚都有個轉跌咗啦。其實市場預期覺得啲芯片股咧，其實就話個 PC 市場增長開始放緩啦，再加上話啲股值開始高昂嘅情況，科技股嘅股值開始高昂嘅情況，咁啊美股而家都係大家知道個殺緊啲高股值嘅板塊啦，咁所以大家都係睇得個 AMD 或者成個芯片市場就可能比較差少少啦，所以咧我都即係避一避個 AMD 先，不過我唔係因為呢單新聞而沽嘅，因為其實因為跌穿咗個破位個位啫。咁啊，最後咧頭先就講過一樣嘢嘅，就話點解個 subscribers 咁緊要呢，即係點解成日都叫大家一嚟就 like subscribe 咁緊要？因為睇下 Netflix 呢樣嘢啦，就係用呢個美股嚟同大家講下。咁啊，打聲招呼先 ，Mock 仔你好啦 ，Michael 你好啦 ，Vivian 你好，兔仔人你好啊 ，Eric 你好啊 ，Doris 你好啊，都係大家唔快支持啦。咁 Netflix 方面咧，其實公布咗佢嗰個業績噶啦，咁啊講緊咧，其實係勝預期嘅喎，佢個 revenue 啦，佢嘅營收啦，同埋獲利咧，都係比起市場預期咧。就做得好嘅，咁但系咧，因为佢嘅订阅人数，啲订阅人数嘅增长放缓咗啊，咁所以咧，令到佢嘅盘后价格，大家睇下咧，盘后时段我滑鼠系咁喐嗰个位咧，即系我嘅头顶望住上面，大家睇我哋手指指住嗰位就系嗰个盘后升跌，咁你见到佢跌紧20%噃，因为咧其实虽然佢嘅营收同埋获利都系比起市场预期为好啊，但系最惨嗰样嘢就系订阅人数嘅增长放缓。咁啊讲紧咧，其实佢2020年第四季咧，佢嗰个全球付费嘅订阅人数咧系净增长850万嘅，大家记得系850万呢个数字，但今次佢公布嗰个数字第四季咧，讲紧就系只系增长紧828万。咁但系虽然咧系好過市場的預期，因為個分析師大家預期咧，今次個增長去到819万人，今次佢 beat 到 market 就828万人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850万係上年嗰個數字嚟嘅，咁所以就比起上年個數字係有一個增長嘅放緩。再加上咧睇埋佢嗰個嘅業績報告，佢嗰個嘅 forecast 啦，因為你睇完佢過去嗰個業績之後，都要睇下管理層對於後市之後佢個增長嘅預期。佢今次增長嘅預期咧仲衰添，佢就講緊話2022年佢第一季訂閱人數應該增增大概250万人左右。咁250万人係屬於一個咩嘅數字呢？我哋睇翻2021年第一季嘅數據，佢2021年第一季咧，即係上年第一季新增係398万人嘅。咁而家只係新增250万人啫。咁即係話佢增長率開始放緩嘅啦。咁之前都有講過，其實美加地區已經係去到樽頸位，去到盡頭啦，已經都應該都冇得再話點樣大增長，所以其實而家 Netflix 最緊要嘅就係開拓翻亞太區嘅嗰個市場啦。咁之前佢都好成功地用個魷魚遊戲嚟到可能打多少少喺亞洲啊方面嗰個市場啦。咁之前咧其實都有數據講過魷魚遊戲啦，同埋佢最近有一套嘢叫《東陸級》，超好睇，大家記住睇下啦，有時間睇下啦。其實呢兩個嘅點講電影或者劇集定點樣呢兩套嘢就大家市場咧就講緊係 Q4 會為 Netflix 帶嚟55万嘅一個新用戶。咁啊，佢而家 Netflix 方面咧亦都有個新嘅，即算唔算新咧？總之有個新嘅，總之有個遠景啊，有個目標咧，就係話希望喺美加，因為佢美加嘅人數嗰個訂閱人數咧增長率已經開始放緩，或者已經去到樽頸位，去到 top 噶啦，已經冇得再增長。所以點樣去再增加 revenue 咧？佢就透過加價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訂閱其他嘅頻道啦。咁我自己其實訂閱咗好多，譬如 Now TV 有 HBO 睇啦，我又有 Disney Plus 有得睇啦 ，YouTube Premium 我又有得睇啦 ，Netflix 我又有得睇啦。咁但係其實都 Netflix 我覺得都好難話取消得到佢。其實佢都好多嘅紀錄片啦，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睇啲紀錄片啊，好中意睇歷史片嗰啲咁嘅嘢。咁其實 Netflix 方面我覺得係多元化少少。咁當然 YouTube Premium 再正啲啦。咁啊，而家都係轉睇好多 YouTube Premium。多過 Netflix， 咁啊，通常都係 YouTube Premium 啦，多過 Netflix，Netflix 再多過 Disney Plus， 之後先到啲咩 HBO 嗰啲咁嘅嘢。
系啊，阿 Full Follow， 诶 ，Hello， 我其实唔系好识读呢个名 ，K I U N， 你好啦，你好你好 ，Full Follow 话你好啦 ，Vivian 话 Nvidia 都跌好多，系啊，因为成好似成个芯片股嘅板块都跌 ，AMD 跌啦 ，AMAT 跌啦 ，Nvidia 都有跌，咁啊，大家市场本身去预期，因为佢话 PC 嗰个嘅市场增长放缓，再加上高科技，即系啲科技股嘅估值比较高啲，咁所以就成个芯片股，大家市场开始觉得佢转差咗啦。覺得咯，咁啊唔知道會唔會殺埋啲芯片股？咁啊，以安就話雙湯今日變咗靚湯，陣睇下先，陣睇下先。呢只我冇炒嘅雙湯就，咁跟住講翻 Netflix， 頭先講啲咩咧？啊係啦，好難取代得到 Netflix 啦，簡單啲嚟講。咁但係就係啦，佢有咁嘅願景啦，佢希望喺美加方面咧加價。因為你美國同埋加拿大嘅，既然增長率放緩嘅時候咧，佢就希望加價，加到訂閱嗰個嘅費用。咁頭先講咩 Netflix 點解好難取代得到？即係我自己 personally 覺得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睇好 Netflix 咯，即係自己覺得我唔係睇好佢股價，我只不過係覺得佢有加價嘅空間啫。因為佢啲競，我自己覺得佢啲競爭對手未算太追得到佢嗰個步伐咯。咁所以就系咯，我覺得佢有啲加價嘅空間嘅，咁佢希望佢點解喺美國同埋加拿大加價，加完價之後佢就話希望將嗰啲額外嘅 revenue 咧賺多咗嘅錢咧，就會更加啲投資落去做多啲好嘅電影，例如《Don't Look Up》啊呢啲咁嘅電原創嘅電影啦，咁希望可以 boost 得到成個世界亞太區嘅地區可能再有一個多啲嘅增長咯。咁跟住咧，我哋再睇一睇翻另外嘅一啲美股新聞先。其實咧，之前我哋成日喺度講話港股咩好廢啊，港股好渣啊，成日都有監管啊。其實而家咧，美國方面都開始有啲嘅反壟斷嘅監管嘅。咁啊，例如咧，我哋講緊啊 Amazon 咯，我睇下 Amazon 先，亞馬遜先睇下亞馬遜。哇，佢其實原來亞馬遜已經係跌穿咗啲低位嘅咯喎。都一段都幾差下，咁其實有啲新聞出嚟嘅，佢就話咧，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喺禮拜四嘅時間，即係其實係琴日啦，就通過咗一個好重大嘅科技競爭法案，叫 American Innovative and Choice Online Act 咁樣啦。佢就話咧，限制翻啲網絡平台服務商咧嘅操作空間。咁佢咧呢一個嘅議案，佢用咗16張嘅同意票。即係16個同意，6個反對，通過咗呢個法案啦。咁就話咧，通過法案之後咧，就咁當然白宮方面係未決定支唔支持嗰個法案嘅。咁但係睇翻，譬如話拜登方面其實都幾支持反壟斷方面嘅。我記得之前我唔知成立咗啲咩委員會咁樣嘅，都係反壟斷嘅一個目的啦。咁佢就呢一個法案通過咗之後咧，其實國會會喺反科技業壟斷方面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咁例如好似之前 Apple 有一個蘋果稅啦，或者成日啲大高嘅科技股，譬如 Apple， 其實周圍都有啲唔同嘅官司嘅，譬如之前喺韓國又有官司啦，荷蘭又有官司啦，咁啊不斷佢哋都係講緊話 Apple 方面咧收取嗰個嘅手續費太高昂啦，甚至乎係高達三成嘅手續費，即係話譬如我用 Apple 去俾錢啦，我係一個小商家，我用緊 Apple 呢個平台去做我嘅生意，但俾人收嘅手續費係高達三成嘅手續費，你哇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 Apple 係非常之濫用到自己壟斷嘅嗰個能力嚟到去賺取一個暴利，咁所以而家暫時個譬如荷蘭啦或者韓國啦呢啲嘅國家亦都係紛紛咧就希望 Apple 可以即係攞嘔翻啲出嚟咁樣，或者你一定要改善翻你咁壟斷嘅情況啊！如果唔係嘅話罰錢。我記得之前荷蘭好似話最多罰佢5000萬，每個禮拜你再唔搞，每個禮拜罰你錢，有上限，好似$50,000咁樣。當然對於蘋果嚟講，梗係唔係一件好高嘅金額啦。咁但係就係有個咁嘅目的出咗嚟咯，即係一個口風出到嚟，或者成個嘅改變咗咯。大家知道原來開始監管啲 app 或者啲大型嘅科技股啊。咁佢就話咧，其實點樣去監管啲科技股咧？其實影響住幾間公司啦 ，Facebook 啦、Amazon 啦、Apple 啦。其實佢咧就話點樣影響咗咧？就話禁止呢啲嘅公司喺市場上面有一個太壟斷嘅地位，或者一個自我偏好嘅一個行為。小氣方丈你好啦，早晨早晨，今日我哋早開始，我哋10點已經開始早咗半個鐘頭啊。咁跟住咧就話譬如話，即係點為之自我偏好？佢唔可以有自我偏好咧，即係你唔可以太過
即係點講 sell 自己啊，或者係令到自己嘅曝光率更加之高，嚟到去排除其他嘅對手咯。咁例如有啲乜嘢咧？例如 Amazon 唔可以將自己嘅啲產品擺喺個搜索嘅過程之中排在競爭對手嘅產品之前。咁即係譬如 Amazon 出嘅啲產品，佢又可以用佢壟斷嘅手法，令到你去 Google 或者你可以用 Google 啊，或者係你去做一啲搜尋器搜尋啲產品嘅時候，譬如我要買張紙巾，我要買包紙巾咁樣，佢就會將 Amazon 就會將佢自己嘅產品咧排喺前面先，咁你容易啲見到嘅時候，你就容易啲買得到你嗰個嘅產品噶啦嘛。咁所以而家呢樣嘢佢就話唔得啦，你一定要公平啲去對待，唔能夠將自己嘅產品擺喺最前，將其他競爭對手嘅擺喺最後，嚟到提高曝光率或者排除其他嘅競爭。咁另外 Apple 同埋 Google 咧亦都話講咗。即係講咗會影響 Google 同埋 Apple， 就話唔可以咧將自己個程式優先排喺其他軟件之前咯。咁啊其實之前我諗Apple 係啦，之前其實都幾誇張，其實都好多公司係依賴緊呢啲高科技嘅，唔係高科技嘅，即係一啲壟斷緊嘅企業啦。咁譬如佢哋嘅一舉一動，其實係影響住一啲嘅公司佢嘅 revenue 嘅。例如成日都講一個例子就係、是、Snapchat 之前嗱見到圈住呢個 gap down 呢個位。就係講緊之前 Snapchat 不嬲都係咧針對緊啲客户佢嘅痕跡啦，譬如去瀏覽過啲咩網站，睇開啲咩嘅喜好，知道咗大家搜集咗大家嘅喜好同埋數據之後咧，就會針對翻自己。針對翻客户群嘅興趣同埋喜好嚟到落廣告啊，咁但係之後 Apple 咧就改變咗個私隱個條例，就係、是、如果你要 Snapchat 如果想跟追蹤翻啲客户嘅數據嘅話咧，其實客户要同意先咯。咁正常都唔會同意嘅，即係你無啦啦俾間公司 check 住你上過咩網，睇過啲乜嘢，咁正常大部分人啦，唔好話正常人啦，大部分人啦，或者我識嘅人啦，都未必想做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就的而且確呢啲咁大型嘅科技公司咧，都係有一個幾大嘅 power 去影響其他嘅一啲股份，所以就有個咁嘅反壟斷法案出到嚟，希望呢一個情況可以即係太過依賴住呢啲龍頭企業嘅話咧，令到龍頭企業嗰個嘅勢力增長得太多，或者壟斷嗰個嘅能力太高嘅話，對於個市場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啦。小愛方丈你好，今日咁早開麥，因為係啦，咩嘅恰答咗你啦 ，Oscar 答咗你啦 ，Vian Chan 你好啦，大安子要瞓多半粒鐘，我今日都想大安子瞓多半粒鐘啊，不過唔得，我本身諗住早半個鐘頭起身啊，點知最尾真係搞唔掂，早咗四個字起身啦，只係 Vian 你好啦。好啦，咁跟住咧就我哋睇下嗱，美股方面都應該差唔多講曬噶啦，咁就少少嘢講其他啦，就講下美國。一啲宏觀經濟數據，因為港股頭先講咗，其實已經一開頭嘅時候講咗，因為平時十點鐘係我十點鐘先開始睇下港股有啲咩好買嘅，咁啊，但係今日十點鐘先開始，所以十點鐘開始同大家一齊睇咯。但係我其實睇唔係睇太多港股嘅啫。咁跟住就美國勞工部咧就禮拜四即係琴日啦，公布咗佢上個禮拜初領失業救濟金嘅人數咧，其實連續三個禮拜都有上升嘅情況，佢就去到28.6万，高過市場預期嘅。咁呢個初領失業救濟金呢一個人數，希望就係越低越就代表個就業市場可能係越好噶啦。咁但係而家咧佢係高咗咯，咁啊連續三個禮拜上升啦，咁啊令到係十月以嚟最高嘅一個數字。咁所以咧其實顯示緊或者有證據顯示緊 Omicron 呢個病毒嘅激增咧，就會令到個就業市場帶嚟一個衝擊。咁但係睇翻個利率期貨市場咧，其實就對於嗰個加息嘅預期都係冇乜點變過嘅。咁啊大家都係覺得佢三月嘅時候咧都會加息噶啦，就算呢個所謂嘅失業金人數，無論係初領又好啦，續領都好啦，續領嘅失業金人數咧就係報緊163.5万啦，高過預期嘅156.3万嘅。無論續領又好啦，初領都好啦，其實都係高於市場預期，但呢個數字唔足以改變投資人對於三月利率上升嘅嗰個睇法。嗱，我睇諗到咧，即係成日喺度講緊話咩啊？多即係佢話嗰個嘅，我見到 Michael 嗰個留言，即刻突然間唔記得自己想講咩添。咁唔緊要啦，早開以為有愛的宣言出到，哇，係好啦，大大你好啦，
多謝大家 like， 係啦，大家頭先講咗點解成日都叫大家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一撳掣訂閱，未訂閱記得嘅訂閱。如果大家訂閱咗就 like 咗嘅話，就大家歡迎 comment 多少少啦。即係呢一啲嘅動作其實好幫到我哋 channel， 亦都好幫到小弟，好幫到係啦，好幫到小弟嘅。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留言多啲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咧，其實就頭先講過啦，美國好似有工冇人做咁樣啦。咁其實我今日留意到一個嘅新聞，咁但我未睇嘅，未得閒睇，因為今日太早啦，咁就未睇呢個新聞。但呢個新聞遲啲先睇，下禮拜同大家講啦，就話點解美國方面或者其他好多嘅國家咧有工冇人做，咁個原因係乜嘢咧？咁啊，我未睇，咁啊下個禮拜分享一下。咁但係我諗起另一單新聞，就講緊有工冇人做，講緊多倫多啦，同埋琴日有講過加拿大啦。一樣啫，只咁加拿大就講緊本身佢雜貨店方面咧，就琴日 share 嗰個新聞就係雜貨店方面咧，其實個通脹高咗啦。加拿大好似亦都係個通脹都去到三十年嘅新高啦，4.8%啦。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可能係因為佢有工冇人做，一啲嘅貨車司機都冇人做，咁所以就好多嘅 supplier 都取消咗訂單，因為根本冇司機去運貨俾啲雜貨店。咁你 supply 你個供應唔夠嘅時候，咁嘅價格自然就會上升咗。咁又再睇翻，除咗話一啲民生方面嘅嘢之外，例如係貨車司機呢啲嘢之外咧，其實連一個差館啊，譬如我打911，係啦，講打911打過去，原來咧喺多倫多咧係得幾條友接聽電話嘅啫。咁再加上咧，其實有啲人係可能係一至兩分鐘先至有人 pick up 你嗰個電話，但你諗下呢個係啲好緊急嘅 call， 你先會打911噶嘛。但你之前有個新聞就講緊話，其實多倫多方面有最長嗰個係等咗成10分鐘先至有人聽911嗰個電話。咁啊，我諗起其實香港都發生過呢啲嘅事嘅。我記得有一次唔記得幾時啦，大家唔知醒唔醒得起咧，就好似有人都報過警，但係就冇人聽電話啦，連差館都落埋閘。我記得香港都試過呢樣嘢嘅。嚇，以往話佢公司加人工都請唔到人，唔係啩？我有啲朋友揾工喎 ，Doris 你好啦，三樣做曬，邊三樣啊？我唔記得自己講邊三樣嘢添，但係係咪我嗰三樣啊？三樣做曬，哦，我知你講邊三樣啦，得 like share 同唔係 like 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我覺得 comment 都好緊要啊，多謝你，多謝大家成日都 comment 啦，你哋嘅 comment 其實係對我非常之大嘅支持嚟嘅，我覺得 comment 先係最大嘅支持啊，對我嚟講啦，對公司嚟講就 like subscribe 啦。Dragon 你好啊，早晨啊大家，今日早咗開始啊，咁啊再講多少少消息先，咁例如係嗱頭先講咗十年債息啦，大家留意緊嘅十年債息啦，同埋兩年期債息啦，兩年期債息咧其實琴日同埋十年債息咧琴日都有一個嘅回落嘅情況，咁但係兩年債息仍然企穩咗喺一厘啦，另外十年債息仍然冇企穩到喺一厘八，咁但係一厘七仍然係一個比較相對於高嘅一個數字嚟嘅，咁啊。但係咧，咁啊，而家見到咧，因為點解突然間嗰個嘅債息回落咧？我睇過少少新聞，我唔知係咪咁啊。咁但係人哋係咁樣解釋嘅，我照讀嘅啫。佢就話：咦，唔記得 copy 翻嚟添。不過唔緊要，我應該記得嘅。佢就話啲債券嘅，因為咧其實之前好多嘅債券投資人咧都係沽緊債啦，留意緊25至26號嗰個聯儲局開會。咁之前佢哋就不斷咁樣沽債，咁你沽債嘅時候價格跌，收益率就上升啦。咁但係而家咧個債券價格不斷俾人沽嘅時候，已經去到一個好低嘅水平，所以有啲人開始平倉啦，甚至乎覺得個價格已經開始吸引啦，因為其實上到去1.88厘啦，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就代表個債券價格可能已經比較跌到一個比較吸引嘅位置，所以都吸引咗啲投資者咧，就將啲資金買入咗啲債券，咁你買入咗債券嘅時候，個債券價格回穩嘅時間咧，收益率亦都相對會下降翻嘅。咁而家我哋睇一睇翻，當然收益率咧亦都會改，亦都會係影響到成個嘅外匯市場啦。咁我哋睇一睇翻。先睇個多拉英嘅走勢先。最近高講多少少多拉英，係因為最近 BOJ 都發咗啲新嘅消息出嚟啦。咁啊講緊佢唔會加息嘅啦，甚至乎咧佢嗰個通脹率只係得個 0.5% 啦。咁啊，亦都之前咧其實佢嘅首相啦都有講過咧，就話唔打算調整翻嗰個消費税去刺激翻嗰個消費啦。咁啊，另外咧就喺多拉英嚟講咧，我覺得應該美金都相對於個 yen 紙會有啲嘅 support 嘅，應該有啲嘅支持喺度嘅，唔敢講話會大升大跌嗰啲。先唔講個風險情緒先，淨係講翻嗰啲息口方面嗰個嘅，即係追唔追到個息口先。
美金大家都知道今年應該會加三至四次息，但是 yen 是如無空間去加息，所以就在個息差環境之擴闊之下，其實就對於 yen 來說相對於美金一定是弱勢的。在息差的環境之下，美金會 有個 support 在這，就算佢算啦，冇嘢啦。咁但係你除咗呢個息差之外，仲要睇個風險情緒嘅，因為基本上傳統嚟講 ，yen 紙都係一個避險嘅貨幣。如果嗰個嘅股市風險係越高嘅話，大家就會沽咗手頭上面嘅成個理念、成個操作唔講啦，都冇咩特別好講。總之個股市如果風險越高嘅話咧，相對個 yen 紙就會越強勢。咁所以咧，暫時而家由於中國方面放水啦。雖然它放水力度不算特別高，你看到那個什麼 MLR 忘記了什麼，總之那個的 MLF 不是 LMF 是 MLF， 還有個逆回購利率大家都是下降了，但是就當然它的空間的幅度不算特別高，但是是一個明確的訊息告訴大家，中國央行也都會持續做一些寬鬆的貨幣政策，那個市場的風險似乎都不算特別高，可能都有少少大家會有些樂觀一點，因為你中國方面都有個放水的情況，所以對於 yen 紙來說也都不會暫時短期內又看不到 yen 紙在個風險上面也都可以跑贏到個美金，所以 dollar yen 來說可能都有些 support 在這裡。咁啊，即系差唔多啦，打八啦，打俾林 Sir 先，系啦，终于都讲完啦。大家俾少少时间我，我都要谂翻个 Skype 出嚟先啊。大家记得 like 同 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多少少啦。请唔到人，我咪要成日翻工咯，咁唔系好事咩？Helena 你好 ，Alex 你好 ，Mitch 你好 ，Hello 林 Sir 早晨。喂 ，Hello 早晨。好，咁我哋试一试啲声先，等一等我啊。等等先，我要 WhatsApp， 我要将你嘅节目啊，俾我啲fans 先吓。好啦，我先行过去，将个喇叭校高少少，我惊有时听唔到嘉宾讲嘢咧。咁我系啦，听唔到讲嘢，其实好大镬。点解又系咁咧？点解又系睇唔到个样嘅？大家俾少少时间我。好啦，大家俾少少时间我，唔好意思啊，大家。我發覺其實技術同事都不知道去哪裡，所以就不要緊啦，我們照講了東西先啦。想問一下林 Sir 呢，林 Sir 未搞定好像，所以就繼續。咦，早晨啊，早晨啊 ，Roy Bo 你好啦，Michael 你好 ，Yellow Chan 你好 ，SM 你好啦。好啦，咁我見到林 Sir 準備好啦，咁我們就開始今日的直播啦。好啦，咁其實咧見到最近日啦，琴日其實就個股市方面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反彈，直頭去900多-1000点。咁但係咧，其實都見到一啲嘅傳統股，譬如話中國平安啦、1299啦，其實佢哋升勢都跑贏咗啲新科技股。其實林 Sir 覺得今次個恆生指數嘅升幅咧，會唔會持續多一段嘅時間咧？會唔會亦都係由啲舊經濟股帶起個成個升幅啊？唔好理佢係新經濟、舊經濟，中意恆指升咁就得，同埋最重要咧就係話，你唔好理咩板塊升，你最緊要你買嗰只升咁就得噶啦嚇。咁所以一升起上嚟咧，係要有幾十個分析員咧，係同你講幾十種理由。總而言之，我哋就係話24000点最後入市機會，你唔入咧，咁你就會失呢個機會噶啦。咁至於買咩嘅板塊，個板塊嘅升幅唔同嘅，但係最重要嚟講咧，就係話港股已經脱離咗個低位噶啦。踏入了呢個2022年第一個星期之後，港股已經係確認了脱離低位，未來嚟講係會反覆向上，唔係日日向上。千祈唔好話阿林 Sir 話啊反覆向上啦，我即刻撲入去咁啊，日日係咁升，唔會嘅，反覆向上，升多跌少，未來成個趨勢都係咁樣嘅。OK。好啦，咁我啱啱搞翻好個 Skype 啦，咁我睇下大家問緊啲咩嘅問題先。其實咧，今日我哋嘅不如我哋先入個主題先啦。今日咧，林 Sir 咧都想同我哋講下啲嘅美股啊。咁其中一隻咧就係啲汽車股 Rivian 啦。咁之前我哋都做，即係林 Sir 都有同我哋講過一啲嘅分析嘅。咁今日可能都做一啲，應該係補充，希望大家可以知多少少 Rivian 嘅資訊啦。佢又跌翻落52周低啊。其實林 Sir 點樣睇只 Rivian， 或者有咩特別嘅再補充啊？
其實 Vivian 嚟講咧，你睇到咧，即係我喺呢個11月12日咧，係已經警告咗嗱，千祈唔好再追呢啲電車股噶啦。而當時咁講咧，就係話，即係就算你一定係要追，當時嚟講得兩隻電車股係上市之後咧，一路咁上升嘛。第一隻 Vivian 啦，第二隻就 Lucid。咁當時已經叫嗱，兩隻都唔好追入。但係當時咧，亦都有朋友唔係喎，我一定要追喎，兩隻揀一隻，揀邊一隻咧？咁當時我講咗啦，如果你真係要追入，你寧願揀 Lucid， 你都唔好揀 Vivian。嗱，當日係11月12日所講嘅，喺啲財經平台真跟住以後咧，每個平台我都係咁講噶啦。咁如果你由當日咁計，如果你真係買咗 Lucid， 今時今日咧，你係輸咗11%。但係如果你買咗 Vivian 咧，對唔住啦，你要輸50% 啦。咁 Vivian 咧由高位跌到而家咧，足足跌咗64% 噶啦。咁當日我叫人唔好買咧，其實所有嘅理由咧，當日就已經講曬出嚟噶啦。咁 Vivian 點解唔好買咧？因為當日我就講 Vivian 有好大嘅執行能力風險。咁所以今時今日嗱，你見到佢啦，執行能力個風險一爆發，爆完發之後，股價咧就十級以下啦。咁啊，由大約兩個月之前嘅高位咧，一路跌到而家咧，由高位跌足足係跌咗64% 嘅。咁點解Vivian 會跌得咁犀利嘅咧？其實不妨都可以講少少 Vivian 嗰個前世今生先，因為老實講，我而家就咁講個現狀俾你聽咧，講完之後咧，第二日你唔明噶啦，即刻就唔記得噶啦。你一定要講翻嗰啲因由俾你聽，咁你先明白點解今時今日佢跌得咁慘，將來嚟講可能係更加慘。咁所以咧，你必須要知道嗰個理由嘅因果嘅關係，咁你先明白點解我當日就叫你哋千祈唔好入 Vivian 嘅原因先。嗱，首先講一講啦，第一樣嘢 ，Vivian 嘅大股東、二股東係邊個咧？大家都知嘅啦。第一就係 Amazon 啊嘛，第二嚟講就係福特啦。咁 Amazon 嚟講嘅大股東係邊一個咧 ？Amazon 嘅大股東咧就係貝佐斯啦。咁但係貝佐斯其實你睇翻貝佐斯。同埋 Tesla 大股東 ，Tesla 大股東咧就係馬斯克啊嘛，佢哋兩個咧其實有好多嘅恩怨嘅。點解咧？馬斯克佢自己有一個叫做X Space， 即係太空嗰個計劃節目。咁但係咧 ，Amazon 嘅大股東咧又有類似嘅節目喎。咁但係咧，喺Tesla 個大股東馬斯克咧就經常咧就嘲諷 Amazon 嘅大股東嘅。咁所以兩個人已經有恩怨㗎啦。咁所以 Amazon 嚟講咧。睇到呢個 Tesla 個股價咧，一路慢慢慢慢升咧，咁佢自己又好妒忌啦，咁所以咧就搞咗一隻 Vivian 出嚟，咁佢揾 Vivian 咧就做一個叫做電動車嘅 truck， 希望就打冧呢個 Tesla， 就算唔打冧都好啦，拖住佢後腿都起碼咧即係一蝕前恥啊嘛，咁所以私人嚟講本身有呢個恩怨嘅，咁但係呢啲機會恩怨咧就係令到佢嚇抬轎，令到 Vivian 上市冚冚聲。當時嚟講話諗住話 Amazon 做大股東喎，福特做第二大股東喎，一到有一切啦。嗱咁啊中一招啦。咁嗱首先講完咧就頭先第一大股東佢嘅私人恩怨，咁再講翻咧第二大股東啦。咁第二大股東咧今時今日拖累呢個 Vivian 咧係仲慘過第一大股東嘅。點解咁講咧？嗱，首先講一講 Vivian 之前一路搞緊上市㗎啦。咁但係最初嘅時間咧，2019年佢係同邊一個諗住合作嘅咧？係同美國第一大龍頭就係、是、GM 通用汽車合作嘅。咁一路傾到埋尾啦，差唔多埋嚟簽啦。估唔到咧，俾福特突然之間情咬金走咗出嚟，突然之間嗱，我俾雙倍嘅優厚條件俾你，咁啊將個 Vivian 啊搶咗去。即好似求婚咁樣啊 ！GM 啊，用一粒大鑽石就向 Vivian 求婚。福特突然間走咗出嚟咧，就兩粒大鑽石，咁啊，終於咧將個 Vivian 啊搶咗翻嚟喎。咁啊，搶咗翻嚟咧，係咪一件好事咧？其實就未必係嘅，因為你要記住，最重要就係中間人個傳媒中間人啊嗰、那個關係嘛。當時搶 Vivian 個中間人係邊個咧？就係嗰陣時係福特嘅 CEO 啊，係叫Joseph。Hinrich， 咁啊 Joseph Hinrich 搶咗佢翻嚟之後，點知2020年年中嘅時間咧，佢啊退休啦。咁啊退完休之後咧，佢接任者咧，另外一個 CEO 就叫 Jim Ferry。Jim Ferry 一上任之後咧，佢同之前嘅 CEO 都係麻麻嘅啫關係，即係佢心諗住你以前話嘅嘢得，我就認為未必得。咁所以咧，
第二嘅 CEO 跟住咧就同呢一個 Vivian 咧就斷咗第一次嘅合作關係。而第一次嘅合作關係就係乜嘢咧？就係福特自己嘅頂級嗰個 Lincoln 汽車，本來同佢合作嘅，後來取消啦，我哋唔會同佢合作。一路至到佢上市啦，上市之後嚟講咧，嗱上完市跟住哇個零禮拜啫喎，佢又宣布乜嘢啊？同呢一個 Vivian 脱離合作嘅關係，因為Vivian 之前嚟講咧係漏佢做一個叫電動嘅truck 啊嘛，呢個電動嘅 truck 咧嘅貨車咧就愛嚟咧冚呢一個 Tesla 嗰個 Cybertruck 嘅，咁但係福特認為就係話，喂你嘅定價比 Cybertruck 仲要高喎，同埋福特自己咧都出緊佢叫 F150 啊嘛，乜 F150 Lightning 咧啊而家係賣得幾好喎，咁所以佢覺得就係話我哋 F150 都好過你 Vivian 啦，咁所以。就拒絕咗呢個Vivian 咧，同佢咧完全脱離呢合作關係啦。咁你諗一諗啦 ，Vivian 係一間咩間公司呢？係一間紙上談兵嘅公司嚟啫嘛。佢有冇實際做車嘅能力啊？咁所以福特突然之間一講話，哎呀，我同你脱離合作關係，直情嚟講，佢冇咗一個製造嘅能力，係咪自然發生一個叫做執行能力嘅風險呢？咁呢個風險咧發完之後嚟講咧，哇，真係慘啦！即係有時我哋中國。有句説話講，佢話通常嚟講咧就福無雙至，就禍不單行嘅。咁點樣禍？再嚟臨 Vivian 咧，大家都睇到啦。個幾禮拜前 ，Vivian 個 CEO 宣布辭職啦，啊Rob Coppers 宣布辭職嘅。咁啊唔知咩原因啦。咁可能即係喂執行能力風險突然間爆上嚟，又冇人幫佢做車。咁之前 Amazon。同佢話咪訂購咗100,000架呢個電動貨車呢個張單，喂，你點樣跟進啊？點樣去做啊？直情冇得做啦！咁嗱，呢單嘢已經係好慘噶啦。咁但係有一單嘢仲更加慘，咁所以咪就係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跟住 Amazon 大股東咧，而家又輪到 Amazon 啦。Amazon 突然之間前幾日嘅，佢又同呢個歐洲呢個好大嘅汽車集團叫做Stellantis 嚇 ，Stellantis 就同佢合作咗。咁 Stellantis 咧旗下有一間叫做Ram 嘅叫 Polestar， 係專做電動 truck 嘅。咁呢個製造車咧就係以前美國第三大汽車廠 Chrysler 啊，佢係專做 Ram 嘅 truck 嘅。咁啊同佢合作做呢個電動呢個貨車。咁你諗一諗啦，初佢又諗住同第一第一龍頭美國嘅龍頭 GM 合作。估唔到就俾第二嘅龍頭福特就搶咗，搶完佢翻嚟之後咧，而家咧又要同佢離婚。咁而家竟然之間個母公司 Amazon 就同咗以前美國嘅第三大龍頭 Chrysler 係做電動車，咁變咗 Vivian 咧，突然之間咧就變咗成一個叫棄婦啦。咁所以 Vivian 嘅下跌，直情可以咁講，用一個叫崩盤嚟形容佢咧，係好貼切嘅。佢由高位已經跌咗64% 噶啦。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咧，我相信買電車股嘅朋友咧都擔心啊！哇！突然之間一個兩個月嘅時間 ，bling bling 跌咗60%。咁其他嗰啲電車股嗰啲三四線嗰啲點算咧？嗱，你諗一諗啦 ，Vivian 有咁大嘅 Amazon 台橋，有咁大嘅福特嘅台橋。都冧成咁樣，咁其他嗰啲中概電車三寶，你有咩大汽車公司同你抬轎咧？咁所以呢件事件咧，係會令到未來咧電車股喺呢方面咧嗰個警戒嘅心咧係會高漲。咁所以咧，電車股嘅風潮咧應該會略為收斂噶啦。OK， 即係係咪會連帶埋 Tesla 或者可能福特汽車嗰個嘅氣氛都會有啲改變？我相信嗱，對 Tesla 嚟講咧。就反而係利好嘅，因為當時嚟講咧 ，Vivian 整一個 truck 出嚟咧，係諗住我哋打 Tesla 嗰個叫做 Cybertruck 㗎嘛。咁而家突然間，哇，佢都好似無疾而終啦。咁你諗一諗啊，你冇咗一個主要嘅敵人，對於 Tesla 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好事。咁但係對於一啲二三四線嘅電車股，因為呢樣嘢嘅呈現咧，係反映到一啲叫執行能力唔完美嘅公司，突然之間咧咁樣爆發咧。你啊，成個咧製造能力就癱瘓咗嘅，咁所以對於嗰啲二三四線嘅電車股有影響，反而對 Tesla 嚟講咧就冇乜嘢影響嘅。嗯
OK， 反而仲可能長遠利好咗啦。好啦，咁跟住我哋開始睇翻啲港股嘅情況先。咁啊，講完啲美股嘅汽車股咧，就一齊睇翻啲港股嘅汽車股啦。咁啊，睇一睇就1211比亞迪股份先。今日就跌緊0.84% 啦。咁其實林 Sir 係咪都係覺得咧，暫時而家都唔係買入汽車股嘅一個適合嘅時機嘅？就算個市可能之後有機會升都好。嗱，適合嘅時機咧，係一定係淡季咯，因為淡季嚟講係最平噶嘛。如果你睇翻譬如上年嚟講，喂，佢淡季嘅時間個股價，上年喺五月份嘅時間咧，係懟到落去差唔多咧139蚊嘅。咁後來咧就爆翻上320蚊。咁所以嗱，你作為一個投資者，你可以用139蚊買佢啊，淨係320蚊買佢咧，即係你要自己俾答案自己先。咁如果你話唔係啊，我一定要低價買，咁你低價買咪就係淡季買咯。如果你淡季唔買，你要旺季要追佢，咁你追嘅咪就係300幾蚊咧，就係咁簡單噶啦。咁所以咧，你其實你問我呢個問題，個答案已經俾咗你噶啦。你一定買股票幾重要一樣嘢，就係適於微時，亦都可以咁講，買於微時。當佢係最淡季、最冇人要、最多壞消息衝擊嘅時間，你咪買佢咪得咯。嚇、啊，咁所以呢樣嘢嘅答案，我永遠都係咁答你噶啦。你問多我1億次咧，我都係咁樣答你噶啦。永遠都是淡季的時候買，不是旺季的時間買。 OK， 好了，接著我們再看看另外的觀眾在問什麼板塊先。大家記得就給 like 和 share 和 comment 多一點。好，接著就 Eon 先回答了 Eon。 Eon 就問了內房股1918的融創中國，今天就再升多 2.39%。 其實內房股最近的這幾天來說都有一些不同的升幅。 Sir 對於這融創中國來說呢，他就 Eon 來說就說坐緊貨，沒有說現價，即沒有說幾錢買。其實 Sir 覺得應該使不使止蝕了這隻的股份？這隻一定要止蝕的。這隻來說呢，在一眾的內房股之中呢，它的債務那個比率呢是僅僅次於這個恒大的。所以呢未來來說呢，它仍然有可能呢被這個叫做那些債務的違約的風險呢是會發生的。所以但這個情況呢其實是減低了一點，但減低了不是減低全部嘛。咁你記住一樣嘢，就算佢譬如話最近期啊，呢一兩個月嘅近期嗰、那個債務啊，可能解決啦。喂，咁你過多3個月之後咧，半年之後咧，明年咧，佢嘅債務嗰、那個債券嗰、那個發行嚟講咧，係講緊10幾20單嘅，唔係1單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係1單嘅容易啦，1單解決咗，咪以後咪又係無後顧之憂咧。但你有成10幾單啊嘛，咁你就算今單啊嚟緊呢個月呢一單解決啦，咁以後係有冇解決咧？呢、這個風險係好高嘅，咁但係對於其他嘅內房股嚟講咧，呢、這個風險咧係越嚟越低嘅啦，因為最重要就係中央咧就係、是、已經計劃緊咧，係將一啲叫做預售樓花嘅資金回撥翻落去一啲咁樣嘅地產發展商嗰度，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個財務風險咧係減低咗。咁記住一樣嘢，嗱，中央永遠做嘢係幫你係減低債務嘅啫。不是幫你去賺暴利，你記住一樣嘢，任何嘅動作係令到你嘅資金回流，最重要咧係面對乜嘢啊？係還債呢個問題，唔係你嘅股價問題。你嘅股價越嚟越死咧，就唔關中央事嘅。中央只不過幫助你減低你嘅債務嘅啫。咁所以未來嘅資金回流嘅時間，你要記住，佢係不斷係還債嘅，就唔係話不斷咧個股價爆升嘅嚇。咁所以要記住呢樣嘢，你寧願而家呢一刻嚟揀，你都係仍然揀翻嗰啲債務風險低的內房股是會更加著數。嗯，是不是都是首選都是688中海外的？688中海外你都看到啦，已經升了爆了燈的啦，之前那一兩個禮拜。所以你現在這個水平你再升到再去追它呢，其實那個即是再向上的空間不大的啦。同埋有記住一樣嘢，現時中央呢即是或者地方政府呢是 draft 等這一種這樣的嘅計劃，係令到呢啲預售樓花嘅錢可以落到翻呢啲咁嘅地產發展商，咁會令到地產發展商咧嗰、那個叫危機感咧係減退咗，同埋被迫賤賣資產呢方面嘅行動咧係減低咗嘅。咁其實6881109最大嘅好處就乜嘢啊？佢大量現金啊嘛，同埋政府已經公布咗啦，如果佢用呢大量現金去買呢啲內房股嚟講咧，呢、這個債務就唔會踏入咗佢呢個叫3條紅線啊嘛。咁所以咧，呢、這個政策喺你話3-4日未出之前嚟講咧，6881109仍然可以憧憬嘅，因為點解啊？大把現金佢買平嘢。
咁但係而家啱啱再出咗，就係話你可以用呢一啲咁嘅預售樓花嘅錢，愛嚟咧調度翻去應付你嗰個債務危機。咁變相其他嘅地產發展商咪唔需要咁急於賤價賣你嘅資產咯。咁如果唔急於賤價賣你嘅資產，咁6881109，就算你錢多，人哋唔肯賤賣俾你，你有咩質素咧？你係冇咩質素㗎。咁所以6881109喺呢一個叫做可以令到地產發展商用得到呢個預售樓花呢個前提上咧，變相嚟講咧，佢賤賣資即係賤賣資產，cap 水呢方面嗰個憧憬咧就會降低咗㗎啦。OK。咁啊，睇完啲內房股之後咧，都見到啲觀眾問翻啲香港本地地產股。咁啊，睇一隻16號新鴻基地產先。咁啊，暫時其實呢幾個月都喺個兩年嘅低位徘徊緊啦。其實林 Sir 覺得佢今日咧爆緊升緊3.26% 咧，覺得呢一隻咧就，因為觀眾朋友都問，其實新鴻基地產係唔係轉勢？而家現價買入去嘅話咧，其實直播率高唔高？嗱，始終嚟講咧，新鴻基都係個優質嘅藍籌地產股嚟噶。所以長線嚟咁睇咧，你睇到佢喂每年就算佢股價唔喐都好咧，佢每年派息都派成5.幾厘息俾你嘅。咁另外一隻嚟講，譬如話新世界都好啦，新世界佢派成6厘幾息俾你。咁所以其實新世界你如果諗住係派息嘅説話嚟講咧，新世界派息啊仲更加吸引。咁當然啦，兩隻都係優質嘅股份嚟嘅。咁啊，你一係選擇新鴻基啦，一係選擇新世界，兩隻都 OK 嘅。OK。好，咁跟住咧就我哋搭下另外一啲短少少嘅操作先，咁就例如只20號商湯，咁啊見到有啲觀眾朋友咧就覺得佢今日都幾有勢喎，就希望咧就係再參與一下啦。其實林 Sir 覺得今日嗰個勢頭係唔係真係咁犀利？而家現價追會唔會有直播率咧？另外仲有啲朋友仔就8蚊入咗重貨，其實係咪都可以繼續等落去啊？嗱，我相信你要繼續等啦嚇，因為咧佢由呢7蚊升上8蚊，10%咧，唔會一兩日就升曬嘅。咁但係起碼嚟講，今日嘅表現咧，你都睇到啦。佢琴日嚟講咧就撳住唔升，因為點解啊？琴日升咗800幾點啊嘛。咁你諗下啦，撳即係佢升800幾點嘅時間，撳住唔肯升。嗱，今日倒跌嘅時間，美股大跌嘅時間，佢就愛嚟升喎。咁你感覺上係有咩嘅人喺度操作緊咧？咁所以琴日嚟講撳住咧，我覺得係一種叫收貨嘅表現啦。今日就趁你哋驚嘅時間咧，就個個唔肯追啊，或者仲要沽嘅時間，反而就食曬你啲貨。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實後向係值得憧憬嘅。咁但係首先要利益申報啦，我自己個人都持有呢一個商湯嘅。咁由於我自己持有嘅關係，我就唔會話俾你聽或者建議俾你聽咩嘅價錢入貨，因為咧好多嘅時間咧，我都遇到一個經驗就係話。現在這一刻講完叫你入貨，竟然間有些人遲了幾天才入，入完之後還說林 Sir 我聽了你說今天入了，但是他那天說入貨的時間就剛剛撞正，咦我高位沽貨的了，我差不多吃股了，所以呢你自己要心裡有數，你自己要盤算，因為我自己已經入了貨的了，我不會說永遠拿著貨不動嘛，有高位的時間我一定吃一吃走一走，低位的時間我自己一定留回的，所以咧，你自己要盤算翻，睇翻保利加通道嗰度走勢。咁如果呢一啲咁嘅新股嚟講啦，最適宜睇嘅咧，就係用保利加通道15分鐘圖去捉佢啲高低位，就比較準確一啲。OK， 好啦，咁大家圖表上面就記得開翻15分鐘圖嘅保利加通道嚟去睇一睇翻個走勢啦。咁另外就有位朋友 Vivian 就問緊只2382信宇光學嘅，咁其實見到佢咧都跌穿咗250天線啦。其實有啲朋友就喺度問緊，其實佢使唔使話沽一沽佢先，或者係避一避開佢先咧？呢一隻我就唔會叫人咧，即係話跌得咁慘嘅時間咧就走去叫沽貨。咁但係佢而家嚟講咧，其實對比翻個保利加通道嚟講咧。佢雖然未去到保利加通道底線，咁但係咯，你睇到過去呢2-3個禮拜一路係壓住嗰條保利加通道條底線進發㗎啦。咁之前咧，我都有分析過呢只股份㗎啦。佢由上年嘅時間咧，年尾嘅時間一路去到12月份咧，其實嗰3個月份咧，佢嘅股價一路上升嘅。咁但係同時，佢嘅同業或者佢個行嚟講咧，其實早早喺11月份嚟講咧，已經係回跌嘅啦。咁所以咧，佢喺12月份嘅升勢咧，其實係逆緊呢一個成個行業嘅跌勢而行嘅。咁但係最終逆勢，你逆咗成一個月啦，最終去到1月份，嘣一聲咪又跌翻落嚟啦。咁所以其實佢而家嘅跌勢咧，唔係特別有咩意思，只不過追翻之前
佢由於係與呢個大市逆勢，即係我個大市就係佢個行業嘅逆勢，咁所以而家係追翻之前咧成個行業嘅跌勢咁解嘅啫。咁一路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通常我接近保利加通道底線，我唔會叫人沽貨嘅。最好沽貨係咩價錢咧？就係保利加通道頂線咯。你睇翻嗱，今個月初嘅時間，佢都兩日升穿個頂線噶，253啊，254蚊噶。咁253、254分頂線你唔去沽，而家嚟講去到200幾蚊叫你沽，叫你沽我都傷心啦。咁所以逢親接近低位頂線啊底線嘅時間，我唔會叫人沽貨噶嚇。去到頂線嘅時間，我亦都唔會叫人買貨。咁所以答案就講咗無數次噶啦，行動就係要你自己執行先得嘅。OK。好啦，咁啊讲完2382之后咧，就讲埋佢嘅兄弟2018瑞星科技啦。咁啊公布咗业绩出嚟咧，其实毛利率有个令人失望嘅情况，咁啊导致到琴日啦，同埋今日都有一个比较跌得比较犀利嘅情况出现啦。其实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就开始问紧只信呢一只嘅瑞星科技咧，而家可唔可以买？或者其实林 Sir 你觉得呢一只股份佢跌到落翻保利加通道嘅底部，穿咗几多 percent 添？其实而家系唔系一个买入嘅时机？而家唔系。因為個答案其實昨日朝頭早未開始之前已經俾咗你㗎啦，我朝頭早開始嘅時候已經講明㗎啦。2018佢嗰個成績咁差咧，一開始你要懟佢㗎啦，你唔好等啦。同埋講明一樣嘢，懟穿咗保利加通道底線，你千祈唔好追，因為今時今日佢嗰個動作，佢嗰個走勢係由個消息帶動，係有一個叫基本因素帶動，佢嘅盈利係大幅倒退而帶動。咁所以咧，保利加通道你記住一樣嘢。佢嘅運用係配合咗你平時正常時間去用，就唔係話任何時間都可以用得。記住一樣嘢，技術嘅走勢係配合作用嚟嘅啫。最主要都要睇翻基本因素，基本因素唔得嚟講咧，佢未來嚟講咧一定會發生一個叫做喇叭性嘅擴散型，翹住條保利加通道嘅底線一路係向下行㗎。咁所以千祈唔好話啊，今日跌咗保利加通道底線即刻鬧啦。佢仲有排陰下陰下陰下跌嘅，咁陰到咩嘅時間呢？陰到佢起碼嚟講有一日嘅成交真係縮小咗，比而家縮小咗，同埋開始橫行啦。你要等佢橫完行，兜翻一個圓底，開始呈現就有一個叫做升翻嗰個跡象。當然佢唔會 V 型反彈嘅，佢而家一個供應嗰個嘅問題係令到咧佢自己嘅業績咧係差，咁所以咧。基本因素變壞唔會令到佢個股價有個 V 型反彈，咁只能夠你又睇得到開始慢慢兜緊圓底，圓底橫行之後係咪開始上翻？到嗰陣時先至諗。依家嚟講，把刀跌緊落嚟，唔好伸隻手出去接住佢。OK。好啦，大家就千祈唔好咁贪平就留底啦。咁另外咧就另外有位朋友就问紧只友邦保险1299啦。今日咧一开始最高位92.5就俾人沽紧落去啦。咁而家咧就见到保利加通道咧个喇叭扩散型啦。其实咁就觉得咧有啲朋友就90蚊已经沽咗货，如果想再买翻嘅，你应该睇个咩位去买咧？嗱，今日嚟講咧，一開咁高位咧，已經係飆升到去翻去咧上年九月份嘅時間嗰個高位噶啦。咁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即係二月份踏入二月份大灣區，有機會咧係通翻關嘅時間咧，佢嘅業務咧係一定咧係靚仔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其實係講咗俾你聽好耐噶啦，上個月都講咗噶啦。當佢跌近呢個保利加通道底線嘅時間，已經講咗噶啦。唔需要太過擔心佢嘅，因為始終二月份距離呢個通關嘅日子咧有幾遠咧？嗰陣時嚟講都唔夠兩個月，咁所以嗰陣時底線你唔入，今時今日飆出嚟頂線以上，仲要6-7蚊去追咧，係咪傻仔咧？係咪一來一回差咗幾多？一來一回就差咗成14蚊咁多啦。咁所以記住一樣嘢，介紹咗俾你，話俾你聽，接近保利加通道底線就要入啦。呢一隻1299，今時今日。朝頭一開嚟咁高位，梗係要沽曬佢啦！你仲揸住佢做咩咧？等佢落翻保利加通道頂線之下，先至重新再考慮留貨。考慮留貨咧，就係因為如果你曾經有高估到嘅咧，你就可以低留；但如果你完全係冇高估到嘅咧，咪更加唔應該喺呢個頂線嗰度低留，要慢慢有耐性，等翻到去到中線嗰陣時間先至留佢。OK， 咁我睇翻而家嘅中线大概喺81.4啦。咁跟住咧，我再睇下另外一个嘅板块。有啲朋友咧就问紧，因为头先都答完啲内房股之后咧，我都谂起啲内银股啦。1658咁就邮储银行啦。
有朋友咧就問緊呢只郵儲銀行，其實今日係咪有個背持嘅情況？佢就話佢4.7揸咗貨啦。咁其實而家使唔使話止賺咗先？林 Sir 覺得嗱，其實郵儲銀行嚟講咧，佢本身嗰個派息咧都係比其他嗰啲大型嘅內銀股係低嘅。因為今時今日佢嗰個派息嚟講咧，大約都係4厘附近嘅啫。咁但係你對比翻其他嘅內銀股嚟講咧，好多都係派緊成6厘啊、7厘啊咁樣嘅。咁所以郵儲銀行嚟講，你如果係買佢諗住攞嚟收息咧，其實係捉錯用神㗎。今時今日嚟講，你如果對比翻喺由上年嘅低位嘅時間咧，4.8啦、4.9咧。在銀行嚟講咧，佢已經咧係升咗成30%噶啦，咁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食一食糊，要走一走貨佢先至啱噶嚇。好啦，好咁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啲朋友咧都多人問就係1919中遠海控啊，咁一齊睇翻佢嘅走勢先。1919係啦，咁咧今日就跌緊4%啦。咁朋友仔咧就問緊，其實1919咧現價佢就15.2揸咗貨啦。其實佢先知道咧止跌未，而家個價可唔可取？邊一個價唔可取啊？因為記住一樣嘢，我哋通常用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就係基本分析，第二種方法就係技術分析。咁啊，技術分析嚟講啊，睇保利交通度啦。但係基本分析，我頭先講過噶啦，係最重要嘅。咁你睇得到啦。波羅的海乾貨嗰個價格指數一路係咁跌，跌咗成個幾禮拜㗎啦。咁你作為一個航運股，如果你嗰、那個運費一路下跌，你會唔會有著數咧？梗係冇著數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睇翻個幾個禮拜之前嚟講，佢已經升穿保利交通道頂線15.9㗎啦喎。升穿頂線15.9，你唔沽貨，今時今日佢咪插穿底線落嚟俾你入咯。但係如果你之前你冇沽貨，你而家點樣入呢？而家你只能夠望嘅啫。如果你之前仲係高位追咧，而家就啱啦。你係等你指示，你指示咧，人哋我嚟買啦。咁但係睇翻成個圖形邊頂係方緊一個叫右肩嘅，咁所以加上一個叫基本因素啦，同埋右肩呢一個情況嚟講咧，而家呢個位直播率唔高，你一定要等佢落翻嚟咧，接近13蚊。等佢右肩差唔多完成嘅時間入咧，先至有一個直播率。咁但係到時嚟講咧，你哋都要睇翻個基本因素，睇一睇翻就波羅的海嗰個軍貨嗰個 index 嚇，睇下佢嗰個價格同嘅趨勢先。暫時嚟講，我覺得唔應該貪，唔應該鬧佢。OK， 好啦，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嘅舊經濟股啦，係時候講翻啲新經濟股。咁有啲朋友仔就問緊嘅700騰訊嘅。咁其中一位朋友咧，就佢話佢470蚊揸咗貨啦，今日應唔應該走咗先？咁另外仲有位朋友就想知道咧，林 Sir 點樣睇700之後嘅嗰個走勢喎？嗱，而家你睇緊咧，佢係沿住保利交通條頂線嘅嚇，咁啊，所以未來嚟講都有機會黐住條頂線咧，慢慢進發。咁頭先我都講咗啦嚇，港股嚟講咧。是繼續有能力是向上發展的，雖然美股 bling bling 咧，納指已經跌到咧係呢個7个月以來的低位，同埋連插嚇3-4日，仲係大幅度咁下插，咁啊令到有一啲人咧就好驚嘅。咁所以記住一樣嘢，美股未來嚟講咧就因應住咧聯儲局今年可能要加息4次啊嘛，咁所以記住佢哋下跌嘅幅度就係因為加息方面令到佢下跌啊嘛。咁但係 A 股港股點解會升啊？咁你有冇睇新聞？就係前幾日中國就已經減咗10个基點嘅息咧。咁佢之所以升，就係因為中國進行一個逆周期嘅操作嚇。喺上年嘅時間已經行緊嘅逆周期㗎啦。當美國咧 QE 嚇大水灌頂嘅時間，一路灌落嚟嘅時間，中國就不斷係收緊水嘅，而且係好早喺2020年嘅第3季已經話曬俾你聽，內房股你要收斂啦，3条红线即刻出籠㗎啦。咁所以3条红线呢個政策，1.5年之前早早講咗俾你聽㗎啦，唔係上個禮拜同你講㗎啦。咁既然中國年幾之前已經開始收水，到今時今日嗱，輪到美國開始收水嘅時間，佢又放翻少少水，咁咪屬於一個叫逆周期嘅操作啦。咁所以咧，未來港股同埋 A 股嘅走勢都係靚仔過美股嘅。OK。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再睇下另外一隻嘅科技股，就係只9988。咁但係呢位朋友咧，其實就問緊兩個板塊啊，佢想知道林 Sir 點樣睇9988啦，同埋只981，可能佢就得一注嘅啫。咁啊，兩隻之中咧，如果要揀一隻嘅話咧，林 Sir 你會推介中芯國際啊，定係阿里巴巴咧？嗱，
咁就我都唔會推介啊！記住一樣嘢，我哋買股票咧，一定要買翻啲強勢股。咁啊，第一樣嘢咧就係981嚟講，本身咧佢嘅基本面方面咧係麻麻嘅啫啊！咁啊，今日嚟講咧，佢仲貼住保利加通道嗰度頂線。咁但係由於咧，佢喺幾個月之前嚟講咧，中芯國際一路係咁碌咧，都碌得好慘噶啦。嚴格上嚟講咧，即係都即我都有少少心痛，因為佢跌幅跌得咁大啊嘛，始終都有國家嘅資金支持。咁但係，以前嚟講，我叫你沽貨30多元沽貨嘅理由就係話俾你聽，佢基本因素根本就唔係好啊嘛。咁所以點解又叫你38.幾、39元沽曬佢啦？將來係有排跌㗎，一早講明㗎啦。咁所以今時今日嚟講，佢跌到咁多係值得㗎，點會唔值得呢？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大船始終都有三分釘，你記住三分釘唔係九分釘啊！千祈唔好諗住咧就係、是、跌少少你即刻入。佢跌咗70%啦，咁你咪應該入咯，三分釘啊嘛，咁咪剩翻3分，咁咪值錢咯。咁所以今時今日嚟講，你由高位跌咗70%啦，開始留翻係值得嘅。咁但係記住，基本面冇咩太大嘅改善，始終嚟講咧，你嗰個晶片技術落後咗外國嘅先進國家，係講緊3.5至4代，每一代係講緊2.5年，差唔多你落後咗人哋9年嘅技術。咁所以你出嘅晶片只能夠出嗰啲叫中低價嘅晶片。中上價的晶片你根本就出不到，所以毛利率方面來說改善不到，所以也都在這個叫做市盈率方面來說很難有一個再提升的空間，但是跌了這麼多慢慢慢慢升回都 OK 的。這隻股份即如果你有揸住現在這個水平來說都是可以守一守的，因為始終跌得太多，我就不會在這個水平叫你估可以揸住，隨著大市可能未來升多幾千點的時間，它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升上20元，你記住升幾千點它才升上20元，不是升100點它升上20元，所以它的動力來說仍然是弱的。OK， 似乎中芯國際都會跑輸大市，所以這隻未必是做長倉的首選。不如看看另外一些股份，例如 Alex 和 Doris 都有問這384中國燃氣的。 Alex 就說384中國燃氣還會不會繼續看好呢？另外 Doris 也有問就說這384其實就15.8拿了貨，林 Sir 覺得現在的走勢這樣看，其實可不可以繼續 keep 住還是怎樣？340嗰個基本面是 OK 嘅嚇，咁啊利益申報咧，我自己個人都持有咗呢只股份嘅，咁啊我持有嘅原因梗係希望望佢好啦，我冇理由諗住佢就嚟冧我先買佢噶嘛，咁所以咧我自己就已經持有啦。由於我持有呢個股份有呢個叫做即係個利益嗰個衝突，咁所以我唔會俾一個建議你咩位入啊咩位出嘅嚇，咁啊我仍然咧係當一個叫做長期持有嘅角度去睇佢嘅啫，因為最重要。佢嘅大股東係邊個咧？北京控股係佢大股東啊嘛。咁你諗一諗，成個企業嚟講，差唔多屬於半個央企嘅。半個央企嘅股份，財務上有冇風險咧？財務嘅風險咧，差唔多幾乎係等於零嘅。同埋佢而家唔係賣炸彈啊嘛，佢而家賣呢個燃氣啊嘛。一個燃氣嚟講，燃氣入屋差唔多嘅必需品嚟啊嘛。咁所以未來慢慢慢慢個經濟一路上嘅時間，佢嘅業務嚟講應該係樂觀先至啱噶。OK， 好啦，咁就我哋讲完燃气之后咧，就不如讲下只857啦，讲啲油股啦。咁其中有一位朋友咧，就 Vivian 就问，其实857中国石油股份长揸 O 唔 OK， 或者林 Sir 点样睇之后个油价嘅走势啊？嗱，如果你系好低位嘅时间咧，长揸 OK 嘅啊，咁啊，所以答咗你啦。但如果你喺高位嘅时间咧，长揸咧就揾自己吃苦嘅啫啊。既然你睇到喂857已经连续咧系升咗咁多啦。咁你仲諗住佢長揸我嚟做咩咧？你個目的係乜嘢咧？除非你話啊住緊層樓，我長揸嘅啫。股票嚟講，你記住你要問一問自己，你買股票嘅目的我嚟做咩啊？你買股票嘅目的係愛嚟沽售噶嘛？咁啊長揸同你沽售係咪有個衝突啊？啱價賺得到錢，就有一個叫做有食唔食啊最大惡極嘅。咁所以股票唔係愛嚟長揸噶嚇，股票咧其實就同你嘅戀人係一樣嘅。如果佢一路升嘅時間咧，你係攬緊佢啦，啱唔啱？如果佢跌嘅時間，你真係要擁佢後樓梯，一腳就伸佢落去啦。你仲要長揸喎，係咪真係嫌佢傷害你唔夠咧？咁記住你，如果股價下跌，其實即係等同你嘅戀人咧，每日喺你嘅心口打一拳咁解。咁既然日日係咁打啦，你點解唔一腳伸走佢咧？點解同佢長揸？
OK， 好啦，咁大家记得俾 like 啦、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埋条片嘅。咁跟住唔系 subscribe 埋我哋 channel 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搭下啲资源股先。咁Fion 咧就问紧就系358江西铜啊。咁但系咧就系铜价就似乎就最近跑输咗啲钢铁嗰啲股份，譬如安钢啦。咁但系我阵间先睇。咁但系如果358嚟讲咧，佢就现价其实可唔可以入咧？谂住点样睇啲资源股啊？其實資源股嚟講咧，慢慢慢慢咧，佢又會翻翻嚟噶啦。雖然佢近期嚟講銅價係冇乜點上升，同埋咧喺三四個月之前嚟講咧，中國因應呢個叫大宗商品嘅問題咧，係將嗰個銅價咧差唔多係用一個強而有力嘅措施咧，將佢壓翻翻落嚟嘅。咁但係記住一樣嘢，銅價嚟講咧，對於工業嘅產品嚟講咧，係一個必需品嚟嘅。譬如話而家啲新能源汽車啦，甚至乎話風電啦嚇。咁你要睇一睇就係話，所有嘅機器用到摩打都需要用銅嘅，咁所以咧對於銅嚟講係一個叫剛性嘅需求。我自己覺得嚟講咧，銅喺今年嚟講，2022年咧係應該會更上一層樓嘅。咁所以揸住光仔銅嘅朋友咧，都唔應該話倉卒就沽咗佢，呢一隻股份係可以守嘅。OK， 如果另外一啲嘅股份咧，都係資源股啦，就可能係馬鋼、鞍鋼咁樣。我咪先睇就係323馬鋼先。咁其實呢一見到佢最近嗰個走勢都即係好跑贏咗，即係358啦。咁其實咁就係點樣睇即係鞍鋼或者馬鋼啊？嗱，而家你睇到咧，就係中國咧，啱啱頭先講咗咧，就係話內房股嗰個叫預售流花呢一方面嘅資金咧，可以咧。未來可以出籠，可以幫到呢啲咁嘅有財務危機嘅發展商。咁呢一樣嘢咧，係會令到咧今年嚟講咧，這個地產發展喺中國嚟講咧，開始有翻少少嘅生氣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如果起樓起多咗，或者基建起多咗，咁你自然嚟講咧，用個鋼材一定多咗噶。咁喺馬鋼嚟講咧，佢主要集中咧係出產嘅產品咧，係用一啲叫建材鋼啊。咁但係347嚟講咧，佢就集中咧就唔係建材鋼，347咧佢集中出品嘅咧係叫工業鋼，即係比較靚啲，鋼質純度係大啲、強啲嘅特殊嘅鋼，就係347係大部分係嗰樣嘢。咁但係323本身咧就出好多咧就係咩咧？基建用嘅鋼筋水泥嗱嗰啲鋼筋咧，323咧就出好多呢啲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347可能嗰、那個股價嘅受惠可能會比呢個323咧係略為更加好一啲。咁所以你自己不妨喺呢兩個隻嘅股價走緊嘅時間咧，不妨考慮埋呢一個叫基本嘅因素。OK， 好啦，咁跟住嚟再搭下其他嘅一啲板塊先。咁大家記得俾 like 啦，同埋 share 啦，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其中剝仔咧，佢就問緊即係6690可以自家嘅。咁佢就問緊咧，其實諗住嚟點樣睇只嘅可以自家佢嗰個基本面或者之後嗰個嘅走勢嘅。始終咧，佢嗰個市場咧就係、主要嘅市場都係喺歐洲嘅。咁喺歐洲方面嚟講咧，直情咧就可以咁講啦。我哋即係用一個叫做揼石仔呢個角度咧。係形容翻佢嘅營運呢一方面嗰個方式，錢佢有得賺嘅，啊生意係有得做嘅，咁但係個毛利率又唔係話好靚仔，咁但係始終嚟講咧，喺好多其他個行業有時受緊呢個新冠疫情嘅打擊時間咧，佢都仍然係有可以有錢賺咧，同埋生意屬於幾穩定咧，咁所以咧都成為一個大市上升嘅時間咧一個追落後嘅板塊，咁記住我頭先所講啦。大市嚟講咧，唔會係一支箭直升嘅，佢係反覆向上嘅。喺琴日嚟講，喂，升咗成800多點啦，咁你今日跌翻100-200點，簡直係正常過唔正常啦。咁所以咧，未來嚟講，就算再有少少温和嘅下跌咧，呢類嘅板塊都係仍然係可以吸納嘅。OK。好，咁跟住咧，我都見到有幾位朋友就問緊啲嘅物管股，咁其中豬兜咧就問緊就係3319亞生活服務嘅，咁就33蚊揸咗貨啦，比較蝕得比較金少少。其實中長線嚟講，林 Sir 點樣睇咧？中長線長線嘅有冇機會翻翻33蚊，或者就千賺咁樣咧？嗱，如果你想翻33蚊咧，變咗你嗰個市盈率咧就會咧係升翻高好多噶啦。咁同埋嚟講，而家整個板塊嚟講，記住。中央而家係扶持翻一啲地產發展商嗰個財務嘅資金，佢唔係扶持
嗰啲地產嘅服務股呢啲公司嗰個發展，只不過咧就係話啊，如果冇公司阿媽嚟講財務穩定啦，咁啊變咗子公司咧就可以繼續多啲發展咁解嘅啫。你要記住係多啲發展，唔係表示佢嘅盈利有大幅上升嘅。所有呢一啲咁樣嘅叫做地產發展嘅樓盤嘅服務公司咧，佢主要係收呢個管理費，而管理費嚟講咧，記住一樣嘢，大陸。在这方面的管理费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所有申请管理费调升的一定要向政府的机关申请，不同香港就是说、啊、通知你业主要加价加价，加多少就加多少，是没得搞，不得的，你一定要去民政局去申请，经过民政局的批核准你加价才可以加，所以呢盈利的增幅不是说很吸引的，但是呢由於以往跌了咁多啦，所以個股價而家嚟講咧，都係屬於一個咧可取咁解嘅啫，唔係代表佢嘅盈利大幅上升嚇。OK， 咁啊，不如順便問埋另外嗰兩隻大家問緊嘅物管股啊，咁啊，其中一隻就係6666恒大嗰只啦，咁啊，仲有一隻咧就係睇埋先，揾唔到添，6098係啊，仲有一隻係6098嘅。其實林 Sir 覺得四條六啦、6098啦呢兩隻嚟講，會唔會有咩特別嘅一隻係有直播率嘅咧？有直播率咧，我哋一定要比較就係邊一隻可以嘅幅度大啲，升得多啲咁解嘅啫。咁喺6666嚟講咧，你要記住，即使今時今日佢跌到咁多咧，其實你相對翻佢好多嘅條件咧，比起其他嗰啲服務股嚟講咧，佢都係唔係處於一個優勢嘅。佢今時今日即使譬如話能夠真係派息咧。以往嗰個歷史記錄只不過派兩厘幾息嘅啫，咁但係其他好多嘅服務股，喂派緊成四厘、五厘都有啊嘛，咁所以你兩厘幾，同埋頭先我講明啦，你嘅盈利都唔會話大增嘅，係慢慢慢慢增加嘅，咁你有咩條件將來你個派息係會大幅上升呢？仲有你阿媽嚟講咧，就係佢有個財務嘅危機啊嘛，3333，咁嗱之前嚟講都曾經講過諗住賣仔賣6666噶啦。咁人哋754都啊俾到個 offer 你啦，啊突然之間又話取消喎，咁你諗一諗啦，下次仲有冇人嚟肯去同你講話賣你嘅仔咧？咁如果你冇嚟賣你嘅仔，你而家買呢只股份有咩刺激令到佢個股價大幅上升咧？咁所以就算買呢啲咁樣嘅物業嘅服務股，都唔好買6666啊！6666可以撇除你嗰個腦嘅你嘅記憶之外噶啦，唔需要考慮呢一隻股份噶啦。OK。好啦，大家如果有啲問題好急住答咧，記得用個 super chat 功能啦，當請大家飲杯咖啡啊，請我哋個團隊飲杯咖啡咁樣啦。好，咁跟住咧就再睇下另外啲短炒方面嘅睇法先。咁其中 Vivian Lee 咧就問緊只241阿里健康短炒方面係唔係目標？但係呢一隻股份其實相對都比較弱勢，只要睇圖嘅話，林 Sir 點樣睇只阿里健康啊？嗱，暫時嚟講咧，因為跌咗成年啦，即係你話仲要話叫即係唱衰佢咧，就真係冇乜可能㗎啦。咁啊跌咗上年，就算佢喂彈翻5%、10%，係咪好困難咧？咁你諗一諗啊，哇跌都跌碌咗嚟70-80%，你彈翻嗰5%、10%，簡直係好濕碎啦。咁所以嗱，如果你用一個投機性嘅方針去諗佢，係會有直播率。啊，始終嚟講，佢嗰個叫基本面係差啊嘛。今時今日。哇！由咁多嘅高位跌咗成80%啦，跌到咁低嘅價錢，喂！你嘅市盈率咧就仲係講緊200倍，你可想而知未跌之前嚟講個市盈率1000倍，邊度有鬼人買咧？咁所以今時今日你只不過就話啊，因為跌咗80%啦，啊希望啊彈翻少少啦咁解，而我嚟搏佢嘅啫。咁但係你要記住，基本面一日你嚟講冇咩話太大嗰個改善咧，股價係好難有個振奮嘅。只不過咧就係話。而家睇住條保利加通道咧，希望咧就係叫高估低鬧，高估低鬧咁解嘅啫。之前喺低位個保利加通道底線5.7嗰啲咧買咗，5.8嗰啲買咗。嗱，今時今日咪上望呢個保利加通道條頂線啦，上翻呢個7.2咧，我相信就好多人估噶啦。因為而家你睇到50天移動平均線咧，慢慢跌咗一年之後嗰條線啊，終於咧慢慢咧開始打翻平啦啊，同埋咧啱啱呢一兩日。由嗰個平衡之後開始有少少角度嘅升幅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技術走勢上方面的而且確係改善緊嘅。咁如果未來嚟講真係上得翻去呢個頂線啦，咁啊大約接近7.3啊、7.29啊呢啲水平，不妨係可以食一食糊㗎。OK。
好啦，咁跟住咧再答下另外一個嘅問題，阿 Joyce 啦 ，Joyce 咧就問緊只2319蒙牛乳業嘅，咁佢亦都喺46.65揸咗貨啦，咁啊想知道林 Sir 覺得呢只嘅蒙牛乳業點樣睇佢之後個走勢啦，或者咩位可以做一個止賺啊？嗱，蒙牛乳業咧都係嗰個業務咧係穩定咗噶啦，唔會大幅上升噶啦。你首先問一問自己，你平時啊飲兩杯奶嘅，你突然間會唔會聽日飲四杯奶，日日都飲四杯奶咧？唔會噶嘛，你飲開咁多奶就係咁多奶噶啦嘛。咁所以呢類咁嘅產品，你唔好期望佢自己自然個業務有大幅飆升，同埋你睇翻喂個市盈率已經反映咗啦，有成預期市盈率係28倍噶啦。咁嘅大幅飆升有幾大嗰個幅度可以俾你飆升咧？同埋你要記住。中國出奶類嘅公司啊，講緊超過1000間以上嘅，咁所以你冇可能嚟講，你係獨善其身噶嘛。咁由於你係大龍頭，咁你自己本身有個品牌，咁隨著經濟嘅中國嘅經濟增長係逐漸咧係持續增長嘅説話，你都係有一個份額係會增長嘅。咁但係唔會話屬於一個叫做大幅上升嘅空間。暫時嚟講咧，你用翻保利加通道嗰個規限住佢咧，去到保利加通道嗰度頂線，你一定要沽貨啦，大約48.5啊，48.4啊呢啲你要沽貨啦。等佢落翻條中線，落到翻去呢一個45元左緊嘅時間咧，重新之再作考慮啦。OK。好啦，咁啊，時間剩翻10分鐘啦，大家記得俾 lik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嘅。咁啊，有位朋友 Mianda 咧，佢就想知道林 Sir 對於之後27號上市嗰只嘅新股創新奇智2121嘅睇法。咁其實林 Sir 對於呢只新股有咩 comment 咯？嗱，呢只股份都可以屬於一個有少少嗰個概念可以炒下嘅，亦都係做呢個 AI， 亦都係做呢個智能啊，呢一啲咁樣嘅。業務嘅，咁所以呢一類咁嘅業務大體上都係 OK 嘅，大體上都係可以咧係有一個炒作嘅。咁但係短揸長揸咧，或者你都要等一等暗盤價，睇下佢有冇跌穿招股價先啦。咁啊暫時嚟講咧，佢一定要上一市，我先再作評論。而家未上市咧，我唔會作評論。OK， 因為暫時啲消息都太過初步，冇乜好具體嘅數據出到嚟啦，咁所以就可能要再留意多少少嘅消息。咁跟住 Jason Chan 咧就問緊只1359啊，大家一齊睇1359先。1359中國信達，佢就話咧想知道林 Sir 點樣 comment 呢一隻嘅中國信達咯。嗱，暫時嚟講我就唔會點樣 comment 佢嘅，因為喺我嚟講佢唔係我杯茶。第一個成交唔係話咁大，第二嚟講咧，佢始終嚟講咧就係一個叫舊經濟股份啦。咁所以你咧只能夠就喺個保利加通道嗰度去捉佢個高低位嘅啫。但係似乎由於佢嗰個成交金額太少啊，佢嗰個波幅升跌嚟講咧，經常係好猛烈。經常嚟講咧，一開就裂口或者上升，一開或者裂口下跌嘅。咁所以對於散户嚟講咧，其實記住一樣嘢，你在明莊家在暗咧，永遠你都係蝕底俾佢嘅。咁所以呢一隻股份唔係我杯茶。OK。好，咁跟住嚟再答下另外一隻嘅股份，其中一位朋友咧就問緊只6680嘅，6680就係只金力永磁啦。咁啊睇一睇啊，朋友仔問咩先？佢係20元揸咗貨。咁其實作一個中長線嘅持有咧，林 Sir 有咩嘅 comment 啊？嗱，我就答埋呢一隻股份咧，我就要離開啦，因為我趕住去開會噶嚇。咁啊，金力永磁咧，佢本身都係做一個叫做咧係嗰啲永磁嘅即係嘅上頭即係源頭嗰方面嘅供應商嚟嘅，咁佢好多嘅產品咧就用喺嗰啲摩打嗰度嘅。大家都知道啦，摩打之中咧都有呢個磁石噶嘛，咁所以咧佢係用喺嗰啲磁石嗰度。咁除咗嗰啲新能源電動車嘅摩打之外咧，大家都記住啦，譬如話風電啊呢方面嚟講咧，佢哋都有啲嘅摩打。總之逢親轉動摩打嘅嘢咧。都需要佢用到呢一個電池，尤其是一啲叫屬於永磁電池嘅摩打，係一定需要佢嘅。咁記住一樣嘢，佢自己本身喺 A 股上一市㗎啦，而家股價咧大約好似做緊都唔知成37元人民幣，你要記住人民幣，等同港幣咧差唔多講緊45-46元㗎啦。咁所以嚴格上嚟講，佢 A 股 AH 股價咧有一個咧幾大個差價。咁記住呢間公司，佢唔係蝕緊錢嘅。佢仍然係賺緊錢嘅，咁而家嚟講咧，喺 A 股上面嚟講咧，嗰個市盈率大家係講緊成50几-60倍嘅，咁但係你如果睇翻 H 股嚟講咧，由於個股價跌到咁低，咁所以咧嗰個市盈率咧係稍為低啲，
嚟緊嚟講咧，2021年佢業績係應該 OK 嘅，應該有盈利嗰個方面嘅增加嘅。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咧，個人持有咗呢個股份，所以我係唔方便話俾你聽咩價位入，要你自己自行定奪啦。嚇、啊，多謝。OK。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就去到呢一度啦，多謝曬林 Sir 嘅時間啦。頭先講啲股票，林 Sir 有揸嘅都有同大家申報咗噶啦。咁大家記得咧，臨走之前俾 like 啦 ，subscribe 埋我哋 channel 啦。咁我哋下禮拜五同樣時間咧再見，林 Sir， 拜拜。OK， 拜拜。大家記得臨走之前俾 like 啦 ，share 條片啦 ，subscribe 埋個 channel 啦，咁啊最好啦。因為另外 Thomas 仔得噶啦，唔使叫我 Thomas 哥咁誇張。咁大家記得咧，有興趣就睇翻我哋 channel 咧，其實都有啲片嘅。咁例如係6:00咧都有個嘅收工探子回報啦。咁啊，琴晚咧我哋就請咗 James Wong 咧就上嚟就同我哋講下個宏觀經濟面嘅睇法。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大家都係講緊縮表啦，或者加息啦。究竟呢啲嘅宏觀經濟因素點樣影響到美股啦、港股啦、A 股個表現咧？有啲咩板塊又會睇好咧？或者對於啲虛擬貨幣、一啲加密貨幣 ，James Wong 嘅睇法又係點咧？咁其實大家咧記得去翻個 YouTube 個 channel 嗰度，咁啊睇翻6:00個收工探子回報啦。咁啊冇興趣嘅話都幫手撳落去 like 下啦，係啦。好，咁今日嘅時間就去到呢度，最後一次呼籲大家咧，即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多你嘅頻道啦。咁啊 comment 多少少啊 like 啦，其實 comment 多少少其實都好幫到小弟嘅啦，係啦。好，今日嘅時間就去到呢度啊，多謝曬大家時間，好，拜。其實今天是早了少少開始，10:00開始，就本身10:30開始的，現在變成10:00開始，因為今天本身就要早少少完了節目，所以就早點開始了，都是昨晚才知道，所以就昨晚才知道，所以就趕不及通知大家是我不好，不過不要緊，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都是10:30才開始。剛才我說過，剛才好像說什麼美國、啊、或者很多加拿大、啊、那些國家，其實都很多工沒人做，其實都有很多的新聞有說為什麼，我都會 看多一點，我們下禮拜一的時候看完個新聞再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大家臨走之前記得給 like， 好，下次再見大家，拜拜。